来，就过年呢，我们来拍一堆这个日本的生活用品啊，一堆全部是剪刀哈，剪刀啊，啊，这个日本的这个微裁缝的灯泡，然后这些是配线器啊，就是这个把这个配线给接起来，然后家里面电线太乱了哈，过年赶快回去买回去接一接电线啊，然后这个水壶哈，这个是日本制的哈，日本制的水壶，而且这个是哪里？烟室啊，这个尼加达的这个贼烟室，那个地方是产铜器是最好的地方，宫崎制作所，这是他们地方的品牌，但是都是属于这种啊地方的工匠做的这个水壶哈，这都是纯纯的日本制的，未开封的，没用过的这个不锈钢的这个壶哈。两个都是日本制哈，这日本制 Made in Japan。